位于广州天银大厦顶层的联合办公空间，一改钢筋水泥俾人冰冷的感觉，将以往生硬分割的工作间改造成自由流通的空间，颠覆了传统的办公概念。两千方的空间被划分成为固定办公区、前厅、休闲区、开放办公区四块。空间的变革传递出更多的是一种办公方式的改变。这个空间是很得意的，得意同我们以前对于办公的理解很不同的，有办公很正经的地方，也都有很嘻哈的地方。为了将这里改造成艺术版的联合办公空间，吴家慧几番寻觅，筛选设计伙伴，最终看中了同样是香港人都有留学背景的杨冠杰，默契成就了彼此，品味细节构成了他们的智慧结晶。去年11月，吴家慧在内地的第一份创业成果面世，目前已经吸引了52个项目。为了给更多喜爱原创设计的用户提供独具个性的空间定制方案，吴家慧非常看重国际视野这一点。为了寻找灵感来源，他和他的团队经常游历世界各地，取经借鉴各种行业优秀案例。而内地的生产能力和市场空间，令到吴家慧的灵感有了落实的可能。香港你做 design 呢，你找不到供应链的，你没有厂帮你生产的。但是这里不同，你可以隔离左右或者隔离城市，你就立刻找到厂生产，意味着你 R&D 的 cost 是低了很多。目前除了向企业提供个性化垂直服务之外，这家公司还增加了不少大众服务，例如设立咖啡馆、健身室、沙龙讲座等。在未来这几年，我想做大湾区的文创设计孵化器，我想培育更多香港、澳门的设计师或者喜欢创意的年轻人回到大湾区去创业。因为我们经历过创业这个阶段，所以我们很明白他们落到来会遇到什么困难，什么阶段要解决什么问题。在政府和我们自己本身的经验之下，我觉得我们可以帮助他们回来创业的。